的意思是十年之后，然后又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来重现一下十年之后的场景。重现，不是重现，你看啥意思？说现在已经是十年之后了，对。你们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哎呦，小朋友长大了。那是他孙子。谁告诉你？谁先问？谁先问？再先问。十年之后的你们两个人再坐在这里。会聊些什么？会聊些什么故事？聊些什么彼此？未来什么未来？现在，先问啊！还记得十年之前在这里跟我说过什么吗？我会对大宇和你们说。